和陌生女孩合租的第一天竟然发生这种事。你在家呀？我在家。不是那个，你干嘛呢？我洗澡呢，怎么了？不是那个，你这白天你不应该上班的吗？没有，我今天放假。啊，不是我啊，我不知道你在家呢。那行，那你洗吧。哥，好了，我出去了。行，你收拾好就出来吧。挺不好意思，挺尴尬的。那个，不是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你别这么看我呀。我也不知道你今天休息搁家。我也不知道你今天回来。我天天都这个点回来，就今天能稍微早点。那你看，我晚上上班，白天回来睡觉。那你白天上班，晚上回来睡觉。那你休息了，你没告诉我一声也，这赖你。挺尴尬的那个。你这下回再遇到，这是真提前沟通好，就是我要比如第二天我要休息，我跟你说完说好。行。啊。你这休息你要出去玩啊？我不出去。你就在家待着。行，那我睡觉了。那你说我睡觉。给你待着吧。晚安。